老纪自知西洋板不带扬鞭自奋蹄，为了把八卦掌这一传统武术项目发扬光大，李老没有片刻的休息，他多方奔走，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单项武术研究会——八卦掌研究会。为什么叫研究会？当时我们考虑就是武术事业的发展呢，因为拳法比较多，拳理比较少，啊，就是把一些道理和上升到理论高度这方面少，所以这样的话就叫研究会。全体会员一致推举李老为会长。研究会的成员大多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八卦掌研究，他们当中有工人、干部、教师，只有年逾八旬的李老是研究会唯一的专职人员。在当时研究会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李老积极筹措资金，开办了培训班和辅导站，并得到了当时主流媒体的支持。研究会呢成立了，没有经费，正赶上北京晚报吕惠民两位同志采访李老，就说李老把这个没有经费的原因跟吕惠民说了，就说这就是八卦掌踊跃性，李惠民先生听着很高兴的，后来就说没有经费他大力支持，要登20来个辅导站呢，得不少广告，后来就算报道呢就是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徐悲鸿馆、展览馆、紫竹院、瑶台都成立起来八卦研究会的站，最多的300多就普及了。毛主席讲星星火之火可以燎原，哎呦这就普及了。后来一发现越来越人多，后来李老一看说咱们得创八卦研究会创刊，说理论结合实际，使得国内外都知道这八卦门中的这些实际情况，后来就开始向五届申请，就主办创刊八卦研究会创刊号，后来批下以后就征集各门派回家写稿，后来没有资金呢，后来钱也没有，后来我就给他们垫了500块钱，国内外都来争取让机会看，我就晚上把它都包起来，白天去记下，老记邮局都熟了，邮局同志说老太太您怎么老机会看呢？我说嗨，谁让我老头是八卦研究会会长呢？大家都挺忙的，所以我就全在聊，我就把这个会刊。
时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是志善呢，我有一个心愿，就是想把八卦掌的这资料整理成能写出书来，留给后人。你抽时间跟我考察一些地方，走一走，另外跟我一起帮着我把这书。李老的这些贡献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肯定，国家曾授予他武术贡献奖，并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个研究会是不得了的，我说不得了呢，就是这是全国的第一个研究。李老有了传承武术、振兴中华的追求，他虽年逾八旬，仍无私地向北京武术队、体育院校师生及各界武术爱好者传艺。都给我们介绍，或者介绍各个门派的哪些人物，哪些老师，他的特长是什么，这个人品怎么样，特别认真仔细，对我们这个推广开展武术活动啊，这个队伍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要不然我们也不知道谁会谁不会，他没有那个门派这个之见，所以对我们在北京市搞这个请出这么多不同犬种的老师出来开展这个北京市武术活动呢，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他给提供了，所以我们心里就有底了，我们就到哪哪哪去请谁，到哪哪请谁，把大家请出来，使得北京这个武术活动啊能够团结健康的这样一个发展。有时候我经常要请这些老师们来给我们的学生讲讲课啊，我们这个李老师呢，这个人呢，他，你看他相貌，就比较和善，他谈吐待人接物，都比较和蔼，可亲，这个说，所以运动员都愿意跟他交往，所以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也非常尊重和感觉非常好啊。另外一个，对我们年轻的这个培养一批新的人来说呢，他也很关心，所以呢，接长补短的，他有时间的话，有时候自己就搓着拐棍儿，就上我们训练馆去了，经常到我们队里面去看看年轻的小孩子训练怎么样啊，对他们还都非常了解。他都看完了训练，他都给讲，讲动作，讲这个，那些动作的内涵跟八卦的精髓，从理论上给我们讲，让孩子懂。所以在那一段相当长的一段，就有四五年吧，北京女子武术的比赛中呢，八卦掌一直是冠军。
后来我们男生在这个比赛的时候也有好几个人八卦得了冠军。北京队的八卦掌冠军呢，一个叫葛春燕，另外一个呢叫张红梅，这两位呢，一个现在在新加坡，葛春燕，一个张红梅呢在美国，还在推广我们李老师教过的这个八卦掌。李老曾于86岁高龄只身一人应邀赴日本、新加坡等地讲学。在李子明先生众多的海外弟子中，日本友人佐藤金兵卫与李老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改革开放初期，佐藤金兵卫先生率20多名弟子远渡重洋，克服重重阻力，拜见自己久仰的老师，始终追随其后，书信往来十几年如一日，几乎年年前来拜见。尽管语言不通，可对武术的热情和真诚是息息相通的。在他的努力下，介绍李老及八卦掌的书籍、刊物、录像带在日本相继出版。李老择徒授徒都极为严格，对弟子不仅传授武技，也重视武术理论和武德的培养。我的老师在教我们武术的时候，不但教我们这个武术上的这个传统文化，而且对这人的这个道德品质要求也是很严格的。那么就是中国传统的讲法，就是说武功要高，还要有很好的武德。老师有一句话，学拳不学理，如同打自己啊！就是说，不让我们成为一代武夫，就会动拳脚，什么都不知道。他不但在技术上教我们，而且在人品方面、在生活方面、在各方面，都时时刻刻在教育我们。有一次，我的父亲去世以后，他知道了以后啊，马上叫几个徒弟说：“小弟，他父亲去世了，赶紧攒点钱。”所以说这体现了一个我们老师啊，对这个徒弟们对家庭照顾各方面。我们的老师可以这样说，拿徒弟当朋友，也当儿子，亲过儿子。我是俩老人的儿子一样，天天赶在那儿。老师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给我写了一副对联似的吧，就说，当时呢写的就是与君共宴八卦掌，或我中华一早春。我当时一想，这老师的地位，而且就是老师的这个名望，是吧，也可是现在咱们说是吧，一代宗师，是吧，这全师。而且这个给我写，我是一个小徒弟，当时我一看这字，我心里边没说有点受宠若惊，就是拿这个徒弟当朋友。李子明老师呢，是我一生当中啊，这个所接触的老师当中呢，我最尊重啊，最崇拜的一个。他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特别好，这个他可以说是尚武重德。另外他教徒的时候呢，他是这个那真是这个倾尽全力，千方百计的让你，比如说我很喜欢那八卦滚手刀，但是呢他年岁也大了，说的这个有时候呢就是说不是那么太全或者不太到位。后来他说，你呀到大园那进，你可以找他去练。后来老师呢还怕我掌握不好这个，写一封信，这信上画着图，就那描的粗线条，怎么练，什么架势，怎么定式。腿行动有点不便，坐在那个藤椅上，在家里边就坐在椅子上教我一些招数。不仅仅是他给我教了这些八卦掌招数，最重要的是让我感受到了老一代武术家对武术的后人的殷切期望。就把这个李老啊就请到市公安局，到那儿就给说一说，然后大家就练的都特别认真。练了以后呢，为我们的这个工作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个时候李老年事已高，我呢特别喜欢八卦掌。后来李老就
委托马传旭老师传授我八卦掌。有一次有一个美国的武术爱好者就是到了李老家里，也是非常诚恳的到这儿来，就是要比划比划。后来这李老就给我打电话，到了家里一看，一个美国人挺大的个儿，美国人是这玩拳击的，他这一拳过来，我顺势就一拖他肘进去，就一肘给他一肘就给打的坐那儿去了。这李老一高兴，拿起笔就给我写了个后生可畏。打完以后，这个美国人也很服气，就是非常诚恳的要拜李老。然后李老呢又给他送的书，给他很多这个武术资料。李老这个呢，他是你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他都是一视同仁。反正自从我这个练八卦掌以后啊，特别是在我工作上，尤其是有些重要的外国的一些元首来，经常就是让我去，领导呢也放心。这个呢都是跟李老这么多年的培养分不开的。哎，在李老的辛勤培育和无私传授下，众多弟子已成长为我国武术界的著名拳师及名手，还有的从事武术教学及研究工作。弟子中已有八人被评为武术七段。有的弟子就是他为反正为武术事业和为国家建设事业都做了不同的贡献。一些弟子里面有的呢就是在铁路局的公安处是吧，这个做教练，这帮着维护这个国家的治安。有的呢就是在这个警官大学做了教授，这也是为这个武术事业做了贡献。谈起我的老师这个李子明先生吧，心里非常非常的这个激动吧。我自己呢从一个普通的一个这个小学老师对吧，最后成长为这个怎么说呢，高级警官，高段位的这个武术工作者吧，是吧。所有的这些成绩我觉得跟老师的这个精心的培养教育和严格要求啊，确实是分不开的。